应该就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咯，我估就。我系由出世到依家都未翻过大陆嘅，就想试下，如果通过关咁都可以试下翻去，都有机会可以望一望咁样。可能翻去望下大陆嘅地方系点样咯。虽然我都冇咩屋企人系特别住喺大陆嘅地方，唔担心嘅，系通关好啦，可以去嗰边玩噶嘛，系啊，有亲戚喺嗰度，喺大陆嗰度嘛，系啊系啊，同埋都几年都未翻大陆啦，系冇影响噶。喺呢度几年都好舒服，都习惯咗呢边啦，都几好啊。系啊系啊，都几好。呢边都几方便下噶，其实同埋啲同事啊都紧张，出去即系食啲嘢咯，好似而家咁样。休息嗰时紧张食餐饭啦，饮下茶啊，都几好啊。